又到饭点了，刚才洗了点鸭杂，还准备了点泡椒面条，今天就简单整一餐，做个泡椒鸭杂配上面条吃。现在把鸭杂拿去焯水，鸭杂非常的受欢迎。Hello， 很可爱小女孩。哎呦，地下弄个累的渣渣。他成天跑了嘛，去山头工了嘛，你看，一脚丢掉。给他洗个球。好不要，你看这几个年轻人。哎呀，一颗牙齿都没掉。啊，你掉牙齿了吗？没。啊，他换牙齿了。还没换完是吧？我长得还没长完哦。洗开，来点料酒，再把鸭杂倒进来，烫个分半钟就可以了。把葱蒜泡椒切一下。妹妹都几年级了？2年级。都2年级了，长这么高了哦。起锅烧油，油热，姜蒜泡椒放进来，泡椒炒香，再来一点点辣椒面，再把鸭杂倒进来，鸭杂炒熟来调味，少许的盐，酱油，最后再来点葱段，好了，出锅。现在烧水煮面。又是满满的一大碗，还配了点生菜，开吃了。鸭杂放的非常多的泡椒，辣味很足。